站起来。我第一眼看到他，我就在想，怎么会有这么爱笑的女孩子？她的笑容那么闪亮，让整个世界都亮了。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，失去后我们就要知道一个人慢慢的死掉。我失去你那一秒，心突然就变老。That day you went away， 喧闹的街没发现我的人，被遗忘在街角。That day you went away。喂，你今天穿了咱这种 C 袜，谁让你穿的？我媳妇从来不穿这玩意儿，从来不穿丝袜。你们别穿丝袜，穿谁？穿我不是，我帮你说大一点，穿给老公们看的，指的是这样。打的就要打上啊，这得打。啊！你要看别人不看得起劲吗？哦，我听你的，是拿开还是不拿开？拿开就成这样了，还是不拿开？啊，那人我随便我，我就问你，你在不在乎我？拿开还是不拿？不，你的媳妇的意思就是你在不在乎她了？那我给你不拿开呀、啊？哎，那在乎你，对不对？拿开还是不拿开？你在乎我？你看别人的腿。我没看啊，看了。我是带我这么看，你乱说什么？你这个没有看，他们也非让我那个。不够兄弟，兄弟够兄弟，这兄弟归兄弟，这个就跟兄弟他就压根就没了一点关系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平常我绝对不会放上去，但是今天这是，这不一样了，这个必须得给干，你知道吧？一个细节告诉你大杨哥有多爱大杨嫂。就在刚刚，小杨哥在直播中问大杨哥急不急回家看嫂子，大杨哥是这样回答的：以前他上班的时候我真着急，为什么？天天看我了，哎呀，中午不回来吃饭，早上起来就走了。早上我醒的时候就出去上班了。哎呀，那时候才着着急呢，现在兄弟们，哎呀，可真牛！不好意思，听我说完。现在兄弟们听讲啊，你看啊，早上起来陪他可以陪他吃早点了。哎，还能给他做早点了，中午呢可以给他做饭吃了。以前中午不，以前中午上班不回来吃饭，我觉得他怀孕了还是件好事，不着急了，而且还多了一个期盼，那样挺好啊。好，天天盼着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，反正都好啊。我天天就盼个女儿，盼个女儿给我，你气死他啊。Hello， salute， sentiamo un haiduSi darò, iubirà me, rimeste, felicirà. Alò, alò, sentiamo un Picasso, siamo da qui. Ci sono vojnik, da se stino zcerni.喂，你今天穿了咱这种 C 袜，谁让你穿的？我媳妇从来不穿这玩意儿，从来不穿丝袜。你们爹穿丝袜，老公们，我不是，我帮你说大一点，穿给老公们看的，指的是这儿。你有很多事放不下，做人要潇洒一点。打上就要打上啊，这得打上。啊！你能看别人不看得起劲吗？哦，我听你的，是拿开还是不拿开？拿开就成这样了，还是不拿开？我都行，随便你啊。那人我随便我，我就问你，在不在乎我？拿开是不拿？不，你的媳妇的意思就是你在不在乎她了？那我给你不拿开呀、啊？哎，她也在乎你，对不对？拿开还是不拿开？你在乎我？你看别人的腿。我没看啊。看了。我是带我这么看腿，你乱说什么？你这对没有看，他们也非让我那个。不够兄弟，兄弟够兄弟，这兄弟归兄弟，这个就跟兄弟他就压根就没他一点关系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平常我绝对不会放上去，但是今天这是，这不一样了，这个必须得给他盖上，你知道吧？
哎，如果再遇到爱的人，记得去拉着他的手，告诉他，如果你没有他，你就一无所有。他们说我细狗，那是气不气？他怎么能是细狗呢？他这么强壮。嗨，牙签狗，我的媳妇儿给我证明了，那我是什么？你是粗狗。哎，你男生假的都老疯了，你这。没事，他说你的身子粗，你知道吧？这也没事。我说你壮，强壮。对呀、啊。看你这屎，都粗糙了。下次洗衣服让我来洗啊！怎么能让你洗衣服呢？太辛苦了。回家我给你做顿饭，帮忙补衣服。就给你涂点护手霜。你看你嘴干的，我给你涂个热唇膏，太辛苦了，这。没有，他以前卖唇膏的时候都让他品牌方给他涂。你每天这样累，不行。他一点不累，他不累，放心吧，弟妹，有我在。我的大哥。回家给你炖汤喝。你媳妇真的好，还炖汤，给你揉肩，回家给你炖什么汤？嗯，孟婆汤吗？你要改变自己，跟我孩子似的。放一啊，远方来了，你让我来。我媳妇打电话了，喂，怎么了？你讲，早就结束了。早就结束了呀。我直播我怎么回信？我直播还玩手机吗？你现在不回。弟妹，我们直播早就结束了。我现在怎么回，媳妇？我马上都睡觉了。媳妇，你看了，你看我媳妇多关心我。你看我这个妻管严管的，是吧？直播我不回来信息才不睡觉，就等我回来信息才睡觉。妻管严就像我们张颂文说的，老师说的呀，妻管严是非常幸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说明你媳妇在乎你，所以大杨哥是最幸福的。你看我媳妇有时还出去旅游了，我一个人在家想她，我媳妇一出去旅游想她，真想死，真的。那出去几天了？一次出去几天？一出去三四天。我的妈，想三四天，想我头发都白了。真的这么想她？对。想死了，这怎么想嘛？想，你媳妇不出去，你不懂，对啊。那我有时候，大哥，确实我媳妇真没出去旅游过，没离开我三四天过啊。妻管严是幸福的，兄弟们啊！你看我，你看我媳妇不给我媳妇发信息啊？不发信息的，是吧？对，出去了，出去旅游了。还想着不要我回他信息，老公不回信息心里难受。哦，今天出去旅游了是吧？嗯，这第几天？昨天就出去了。还有几天？老公，你看，老公，直播结束了吗？你看，我媳妇让我给他发一个帅帅的照片，说老公想你了，给他录个视频，录视频，我视频，让我给他录个视频。后面怎么刚来两手啊？啊，来看手，后面手是谁？那你肯定是大胖子。二爸。啊，看一下。哎，老公，看给我发信息没？老公，直播结束了吗？幸福。哎，所以我我媳妇一出去旅游，我心里难受。你是真难受，真难受吗？那你媳妇你不出去，你得让你媳妇出去旅游，你感受一下吗？会难受吗？嗯，你想想啊，你想想你媳妇出去旅游，你多难受啊！你看你媳妇不在家，是吧？你出去，你钓鱼，你从早上钓，早上八点起来钓到。晚上钓24小时，钓到8点再。你们那高兴啊？你怎么难受了？你看我媳妇半夜不让玩游戏，我这几天天天晚上玩游戏玩到3、4点。那我这个媳妇不出去旅，我媳妇不出去旅。你得聊啊，你得跟他谈啊，跟他聊啊。聊不行吗？我时不时跟我媳妇儿，哎，跟我媳妇在刷抖音，我媳妇在旁边睡着，我突然说，媳妇你看这云南，我想你看这吃多少次云南的，哎呦你啥时候我也干过呀？我啥时候去云南你给我带点，我也干过，那我媳妇儿，我干的时候我媳妇儿，今天咱俩一块去，怎么搞呢？那你不会讲啊？那我媳妇也会讲，那咱俩一块去。我说你先等等嘛，说你先去，过几天我不忙了，我带你跟我们一块去。那你这好，我要这么一说，我媳妇要跟我去了。嗯，这个啊，对，动脑啊，动动你这个，动脑子，确实。